次演唱会受大家都蛮关心的伤势的，就是我一直这么多年我都一直隐藏，就是我天生我的左腿是有缺憾的，叫缺憾吗？缺陷，对，所以我其实左腿是没有力，所以我所有的力是要放在一边，然后我每一步走的每一步路都会痛，所以大家走的一步对我来说都是有困难的。小时候是做过这个手术，然后可是没有把它弄好，所以我的童年的回忆呢，就是大概是1岁多2岁的是在医院，然后是自己一个人，然后就是非常想念，想回家，可是sorry， 其实我都很难说这个，就是因为我都会想到以前小时候，对，因为小时候有这个恐惧，就是做完手术就我不会走路，所以我会害怕，我会害怕如果我在做这个手术的话呢，有可能会走不了路，有可能跳不到舞，所以 every day 我都尽量去 live my life， do my best， 就算是一个挑战，就算是有困难的， but I try my best，我要进进去啊！ Sorry， 我要 try to live my life every day。我已经开心，今天烂上去。Sorry， 前阵子出去骂人，对不对？被你看出来。好笑，刚刚就是焦哥，就是最后那句说，对，让你下台。